做这个的话，请各位哈，第一个也是一样。 产生一个 GPS 2 的一个专案，然后呢，前面 main 的部分是一样的 ，OK， 然后呢，再来是我们的程式码部分呢哈，程式码部分呢有哪些部分要做出来？第一个，我们要取得我现在的位置的话，我需要的前面几个都一样，这三个都一样，比较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在 my location overlay 这部分。 然后后面的话也需要一个 overlay 去取得我现在的那个图的位置哈，所以会有这两个比较大的差别，还需要一个 list 啊，去可能会需要有很多个地标。那这边的话呢，前面部分都一样，比较大的不一样是在这个地方 ，OK， 就是 overlay 的部分。好，那我这个地方呢，必须要建立一个图层的清单啊，所以图层清单怎么建立的？ 建立的方法的话，在这里哈，我需要一个 list， 好，一个 list， 实际上就是我刚刚讲，就是 Java 里面的那个 util 里面的这一个 类别，然后我要放什么呢？放 overlay， 好 ，overlay， 这个就是图层，那图层名称的话叫 overlays， 好，里面的话呢，就是等于 map 点 get overlay， 就取得现在的图层 ，OK， 因为你要放你的那个小插图上去，一定要给一个图层。 这个跟那个 Photoshop 观念是一样的。如果你们有用过 Photoshop 的话，应该就知道说，你如果要做图，每一个图上面都要有一个图层。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接下来的话，我要知道我现在的位置的话，就必须用什么呢 ？New 一个 My Location Overlay， 然后呢，里面给它两个参数，一个参数的话是 Context，Context 通常指的是自己，另外的话就是 Main View，Main View 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地图的位置。 OK， 这两个给它，然后就会取得 location overlay 现在的位置。那我要怎么样取得我现在 GPS 的坐标？它有改变，必须要去实做一个 run on first fix， 然后呢，里面的话呢，必须 new 一个什么呢 ？new 一个 runnable， 然后这个那 runnable 后面其实啊，如果你在输入的时候，通常你就直接这样就可以了，就是。 跟那个建立一个 button 的事件很像，里面 new 一个什么呢 ？new 一个 runnable， 它就会自动侦测出你要新增未实作方法，里面实作方法就是 run， 点下去，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 run， 你就把程式写在这里。那当你的坐标有改变的时候，就会触发 run。那如果坐标改变，